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，已经是2月14号情人节了，所以我们准备在今天晚上扮演情侣。呦呦呦，讨厌厌，今天等着吃什么？我今天晚上想带你吃一顿。我就想通过食物能够对你吐诉衷肠。真的吗？超期待的。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吧？冷冷冷！快进去，快进去，快进去！别冻着了。嗯嗯嗯，还有，哎呦，我给你开门。我觉得不行。所以今天到底吃什么？ 今天晚上真的是，特别适合情侣在一起吃的一个套餐，真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，嘤嘤嘤嘤，好期待哟。嗯，大家小声一点，一会儿啊。尝尝汤口啊，口不够前两个小时。这是肠王炭烧，就吃这个啊。哇，你真的。 So bad，好糟糕哦！我来喂你好吗？不，应该我喂。张嘴啊！不好吧？张嘴啊！好吃吗？很香。 很脆，很嫩，就像你一样。哇，第一次吃到这样的大肠哎！他肯定是疯了。你不知道我不吃肠吗？但是这个肠不一样哦。啊。 是不是还挺入味的？嗯，平常是从来不吃大肠的，我刚才吃了一口这个，是我强忍着悲痛吃下去，没有想到真的很好吃，而且没有我讨厌的那个肠味，但是又很香。皮是很酥的，很酥的，然后里面是很软的，很嫩的，处理的非常干净，是就像是那个鸭子的酥皮一样，看着就很脆。这一口能吃到那种咯吱咯吱的感觉。但是你看它并不是说。 一咬就烂，它是很有很紧致，有特别有弹性，有感觉，那种嚼劲儿，跟外面那个脆又结合在一起，哎呦！为什么在今天这么特殊的晚上，要请你吃你最不喜欢的东西呢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爱不应该是过去时，应该永远是进行时，而且我还希望能跟你成为。 将来时，我愿意用我吃过洋葱的嘴巴亲吻你。咦，咦，这个又好了，哇，哇，你尝，你先吃，我先替你尝一尝烫不烫。嗯，哇，香。 真香，这是大肠，没有那个脏气味吧？没有，任何那种，香。哇！而且不咸不淡，这个料味很足。哇，超好吃，好想要一碗米饭。我真的不吃大肠。你真调皮。我们来。为我打call。 我们做一个木头人小游戏，就是谁都不许动。准备，木头人。好啦，我输了啦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刚才心动了。啊！你压着我了，你！我哪压着？
着你了，我。小耳朵，你们太吵了。你说谁吵了？啥人？起开！这个豆腐特别好吃哦。我吃一盘算一盘。不行。厚厚豆腐让我吃一半吗？不行，你得给我钱。不一盘算。我给你一个小的。这个小。这个找一个，再找一个，找一个。小的，哪个小的吗？不吃，还不吃亏，这个。尝我蒜吃。去看。你爱吃蒜的女生真是。怎么了？上运气都不会太差。跑步吗？刚刚我说我是一个不吃肠的人，但是我这个肠完全没有我讨厌的味道。这个肠处理得很干净，它没有什么那个，就是说那个脏味儿。关键是很香，很香，就是嚼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吃肠是什么概念啊，我就觉得嚼这个肠以后，就是说不来的一种特别香、特别舒服，那种感觉。它这个香，我觉得有两种东西，一种是它这个肠本身那种肉香，第二是它那个料香，料汤底调得很不错，不咸不淡啊、很合适。啊！哇，超棒！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，但是，当当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山楂红果。他管这个叫冰果是吗？叫什么？我忘了，红果。对。哇，是冰镇的。哦，那就叫冰果了。凉的。酸酸甜甜。吃油腻的东西之后，吃这个东西还比较清口，比较解酒。解酒，主要是还可以解酒。这个地方特别适合谁来呢？我觉得特别适合的是一群朋友。家庭聚会。刚来的时候看到好几桌，就是朋友聚会，然后旁边坐着一家子。一家子，大人小孩都有。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跟朋友和同事在一起来的话，你可以喝酒。就这个地方，它的环境还比较优雅，它跟那个卤煮店的那个感觉还不太一样，你根本看不出来。年轻人到这儿来搞对象，拍自拍特漂亮。对，真的漂亮，你拍吧，这灯特好。真的有情人？有啊，一对一对了。情人节的时候少，但不会特地。因为这个，你想，年轻人是指这个情人节？情人节跑这吃卤煮啊，有点太屌丝了吧？是不是？给你们光。把那纸弄没了，没问题，放心交给我。这批图大神，行，谢谢您，谢谢，走了，慢点，拜拜啊，慢点啊，拜拜，司机还在后边呢，好，拜拜啊。情人节就这么到了，我想吃什么没有关系，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了。不过如果是刚刚开始的恋人，第一次过情人节可得绞尽脑汁喽。哦，对了，下周一的测评节目也为大家带来情人节特辑，杨树梢女士和穆尚女士会为大家推荐情人节礼物哦。那么，晚安了。